嗨，老师们，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！我是来自 CK2 的安迪秋云。今天我要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午餐是鱼粥。我先跟大家介绍的今天的材料是有青菜、红萝卜、一点葱花，还有鱼已经腌好了啊，还有几片姜，还有最重要是将鱼仔跟黄豆一起熬出来的上汤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示范来我们的制作程序。接下来呢，当我们的粥差不多在滚十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就爆香我们的姜片，给它味道出来。炒到有味道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放下去一起去滚了。接下来我们先放红萝卜，等它再滚一个五分钟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青菜还有鱼全部放下去。基本上不用加什么调味料，只可以加麻油或者一点酱青，因为我们的上汤已经够它的甜跟它的味道了。就这样，很简单。来，现在我们的粥已经煮好了。